没事。屁股。国庆，嘿，嘿，国庆，几点了还不睡觉了？哎，哎。他刚刚学习，你不知道。学习啥？学习书了。嗯。你也赶紧睡吧，睡了再干啥？睡觉呀。嗯。累，我洗洗，明天早点还得早点起干活，还得买东西。每天早点起哦。我每天不早的起，我每天起的迟。你起得早还是我起得早？谁起得早，小姐？我呀。我起来了，那会起来。手机、啊。喂，咋了？喂，是不是高兴？我每天是是、啊、我每天是不是比你起得早？我每天是不是五点多就起来了？我想阿弥陀佛，睡觉的时候。你看打起高不是这种的嘞？我起来还是。我每天不是五点钟起来，五点多。我十点钟起来，你五点？屁你个！不行，赶紧睡了，睡了，听见吗？睡吗？高兴，麻布，喂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看动画片。嗯，睡了睡了，不能困了。哎呀，都是起得早呢，说实话起得真早了，早上又逛了场，不行。手机早上是，今天是天刚亮，今天是起得早，不是懵，他妈妈，他妈妈干啥？他妈妈干啥？手机今天起的最早的。屁！你天天，天天你起的有这么早？我没起来。我起没今天起的早啊，今天六点就起来。我抱国庆出来。我每天五点就起来了，我不行。你起来能干活吗？我起来，我就工作了。工作我也工作。嗯。顺便再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天气。哎呀，今天，太阳还没出来。看这个景色咋地的。没有啊，鸟语花香，其实没有花好像，鸟是有的。上面都是有几只鸟的，田野生活。手机今天连楼梯要打扫了。司机，你看你儿子困成啥了？一大早起来，抱着睡着了。给你打汤，这个最省事儿了，吃饭最快，吃完继续出去干活。哎，李哥今天睡的时间长了，背起来。手机呀，你栏杆也擦了？没擦啊，几天的。嗯，收手了。收手了。哎，我问你收手了。啊？收手了。知道我没。是不是已经干活去了？你问一下他，打个电话。你找我。啊，那我马上就放手了啊。小姐，中国男人不能打扫卫生。你屁股不能知道。哎呀，走了，高兴。哎呀，小姐今天穿的拉不里，穿的啥衣服了这是？
多会儿买的吧？以前买的，你都不知道是衣服穿的什么。我真不知道，我没见过你。谁的衣服呢？这不是姑姑，那个阿姨的儿子的。嗯，他扔这里了。嗯，这高兴，好不？出去，叔叔们早出去干活去了。高兴，就因为等你起床，你看，上午又耽误了两个小时干活。不用说出来。嗯，走了，上来看一下。咦，着急，气门轮胎。走了。还阿姨的儿子呢？在哪了？楼上了，阿姨的儿子过来了。今天人多，那个干活那个也过来了哇，让他磨一下哇，我不磨了，哎呀，我今天有事儿了，要不然我自己打磨去了。今天还有个朋友要过来了，一个机场的个朋友过来，下午一块吃饭了，所以说今天我就买点东西就行了，不那个啥了，我今天就不干了，让那个找那个工人过来给除除锈。干点简单的，喷油漆就我自己喷呀，喷油漆不用他喷。哎呀，这么多垃圾！嗯，啥垃圾？这可是垃圾吧？走了，上车了，走，办事儿去先。我们坐后面，他不肯。啊？李哥坐前面。啊，李哥坐前面就行了。钥匙能开来。对。哎呀，看看，猪耳朵、猪肘、猪蹄。一毛又拿半冰柜的，在这儿都给方哥好了，回去洗一洗就拿路了。今天买了点这个鱼，大家不知道见过吗？这叫啥鱼？就像鳝鱼一样。来冰车。啊？来冰车来玩吗？你说啥我也听不懂吗？弄了以后，弄个麻辣鱼回去，看好吃吧。谁知道这是什么鱼了？说是鳝鱼啊，还不像鳝鱼，鳝鱼是圆的。来，叔叔阿姨的儿子过来这儿吃个泥餐吧、啊。他们在玩这个泥餐，看看这个人有多少，人挺多的。高兴喝水。嗯，是大老板。他说：“你说谢谢吧，叔。嗯”嗯，谢谢。他说：“你谢谢。”亲一下。啊，他看风打。亲一下。亲一个大大。嗯，他看风打的。风打不给你。亲一个大大。对。哦，他是不可以。要喝风打了，哎呀。高兴。那就给我看一杯，他妈就今天看到还有，就那。就这个。你让我的公司不要开了，你这玩意儿。把孩子骗了。给你倒一点。喝吧。多喝水。吐了，聊聊喝，吐出来了。把你们说的呀，天大的天气。